碎发，看到没有？后面这些碎发跟蜘蛛，跟蜘蛛脚似的，跟蜘蛛脚似的。我得拿个东西给它装起来，性感，看见了。爸爸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录屏，然后可以那啥。像蜘蛛脚似的，好多碎发啊。昨天我被踢下麦之后，然后我寝室那么晚了，然后我就没开，然后今天就这么早就开了。昨天晚上连夜做核酸，你做了吗？哇塞，那怎么办？又说我家那什么，
他说你晚上是不是在直播呀，搞那么吵，我都没有吵到他们呀。那他就投诉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烦呐、啊，那那些、啊、不知道隔壁人投诉我。
饮食的，他自己在播那个饮食的，他说你也可以整一个，我说好啊，我去试试看，结果就整了，但是我没有在店里面播，店里面他在，这面纱真好看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抖，音不抖，谢谢音不抖哥哥的什么成，粉丝团。
是不是可以抢那个星星比赛啊？